既来之则安之，黄总。钱总，办事有板有眼，他让咱去哪儿，咱就去，准有好事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人呀，活在世上，那就得多为别人想想，多做好事，多做善事。啊，我是最讨厌那些啊没有同情心的人。一会儿啊，我带你们去东风小学，哎，那可是我们公司支持的对口单位啊。听说这几年你们已经对这东风小学捐助了有500多万了。 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啊！你们俩要再说，我真找不着北了。喂，是张小平。 喂，你好。嗯？啊，那个我不要保险，谢谢啊，哎。
哎，小平，我杨辉，别挂，我想找你聊聊。好啊，就十分钟。对不起，没时间。有完没完呀？哎，小平，你别挂，我就在你家门口。真的，你把门打开，我好好跟你说说。解释一下，这件事不像你想象的那样。怎么在我门外呀、啊、你？你这个大骗子！哎，你有脸没脸呀、啊？我跟你说了吗？我没时间，我要睡觉了。不是，小平，我没骗你。你就给我一分钟，你听我解释解释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在你家门口，根本就没这个必要。哎，我跟你再说一遍啊，我没时间陪你玩，我现在要睡觉了。小平，开门啊！小平，你把门打开。我，小平，你听我解释。这是灰灰啊，到内蒙去出差的时候带回来给你的。哎呀，这么好的羊绒衫，妈，你自己留着穿吧。哎呦，我也有这款式，我哪能穿呢？一会儿试试啊。为啥不给我买一件呢？啊，这杨辉太偏心了。我杨辉真细心，一出门啊，老想着你，真的。哎，我好好向你学习啊。哎，哥俩呢？杨明呢？到高娟那儿去了。杨辉啊，饭都不吃就出去了。他怎么了？有人在陷害他，拍了一组他和钱老板媳妇的合影，简直不堪入目。这不是在陷害他吗？这不可能，杨辉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。太奇怪了吧？还拍什么照片？那什么目的呢？真莫名其妙。还把照片寄给小平了。小平知道以后啊，特别生气，杨辉给他打电话也不接，人也不见，把杨辉气得饭都吃不下。妈，你也别着急，小平是个通情达理、懂事儿的人，等事情搞清楚了就过去了。我觉得这事儿啊，我回头我见了杨辉，我好好问他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哦，要不这样，那个马春霞那个事儿，大家往后放放吧，他这心情是不是？行，别再给他添堵了。他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真，他说最爱我的唇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待我像从前一样好，可是有一
天，你说了同样的话。干嘛呀？你吓死我了你！你还害怕呀？啊，哎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唱歌给周富杰听的，他给你鼓掌。讨厌，你还说他？走走，我唱了一天，嗓子都冒烟了。哎，别怕，别怕了啊！哎，走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呀？哎，老公，嗯，我问你个事。说呀。你说，这都过去四五天了，杨辉那边有点反应吗？嗨，你管他有没有反应呢？癞蛤蟆趴脚面，它不咬人，它恶心人，达到这个效果啊就行了。哎，大姨，小平啊，哎。哎呦，又拿这么多东西，吃不了。是啊，全是你爱吃的，哥哥妈妈吃的。别跑了，多累呀、啊！我这有护士呢。看您说的，那我还不是希望您能够早点康复，回家吃你烧的菜。小平啊，嗯，我这两天特烦，感觉很孤单。也很寂寞，唉，你看看你多好啊，那么多人关心你照顾你，可我呢，我从小啊就失去母爱，后来父亲也走了，现在想想心里啊觉得真没劲。妈姨，你别难过了，我相信您一定能找到您的儿子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好心人呀，一生平安。马爷，以后您就把我当您的亲女儿，我们互相照顾，互相关心，这一辈子我们肯定都特别好。小平啊，你个人问题怎么样了？有合适的赶快成个家吧，这样也有人照顾你，这是你爸爸的意思，也是我的意思。哎，进来。哎呦，大姐，你看看又麻烦你啊。我包点饺子，快趁热吃，快放这吧。哎呦，您坐这儿吧。啊，坐着坐着。啊，小平也在啊。好点吗？嗨，还不是那个样。小平，你正好也在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，要是你不爱听也别往心里去，好吗？行，您说吧。就是照片的事，我儿子我最了解他了，他从来不沾花惹草，惹是生非。大妈，这事儿您就别说了吧。你听我说完，小平，如果你觉得不信任他，可以去调查，可千万别冤枉他呀。这两天他回家饭都吃不下，整天闷闷不乐的，你看我心疼他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也不想掺和，可是你想一想啊，那照片上的女人分明是钱总的媳妇嘛，要真是那样的话，那照片是谁拍的呀？还邮寄给你，这肯定是在挑拨你们的关系，这不是在害人吗？小平啊，大妈说的对呀、啊，你得动动脑子，你有些情况你跟杨辉两人一块聊一聊嘛，把事情搞搞清楚啊。您二位说的都挺对，其实这几天我也好好想了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对劲，怪我不该跟他发脾气。大妈您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回头跟他聊聊。你看他为了学业事业从来都没谈过女朋友，你可是他的初恋，他怎么可能犯那种错误呢？刚才我还在劝他呢，年纪也不小了，赶快找一个合适的人成个家。原来呀有个黄勇老追他，结果那是一厢情愿，他不愿意。我觉得你跟杨辉挺好的，赶快吧，都要是不错的话就办事儿吧。对，马总说的对，赶紧结婚吧，省得人家瞎掺和，是吧？不是。
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是清白的吧？你看呐，你不相信？不相信再来一次。你看，你看，第二次还是这个，我真是清白的，小平。你不相信的话，咱再来一次。你看，你看，第三次还是这个，我真是清白的，小平，你这巧合不可能三次都是啊，是不是？我真是清白的。行了，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什么清白不清白的？你说这事儿能是黄勇干的吗？我见了黄勇了。我也觉得不像是他。你说这事儿谁干的呢？是啊。钱学文还有施金民，这俩王八蛋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。哎，过来近一点，再过来一点，转过来，再有一次，你就真的不清白了。继续做临床，影响了你们俩的幸福生活，我这心里特别过意不去。哎，这样吧，今天啊，我表示一下歉意，啊，谢谢二位对我工作的帮助和支持。我告诉你，你杨辉，你客气什么呀？不是我说你，以后喝酒就喝酒，聊天就聊天，别谈工作上的事儿。哎，行嘞，杨辉，那谁，丽颖。你电视剧要开始了，快！你躲吧，等会儿我看。我跟辉说点话。行，那你聊。什么事儿？我先喝一口。你跟我说这个，我都听着呢。你让郭丽走这事儿。我要说我没往心里去，我不是你朋友，但我今天我接受你的道歉，只要那么喜欢你。来来来，但是有一点，今天既然坐这了，我送你一句话，你说，别太折腾了。我怎么折腾了？老老实实干你的活，别管闲事儿，到月拿工资，领导让你干什么你就完成任务，没事儿别什么科研呀，什么什么创新呀，多累啊，底下人跟着你受罪啊，受苦，有这个必要吗？那要按你那么说，我成什么人了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？你是院长啊？啊，每天领导大家喊口号，医院是我家，我们都爱他。我告诉你杨辉啊，说你是你就是，说你不是你啥都不是。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行啊，很多时候吧，你得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你得想后果。可能我说太多了，你别见怪。我不见怪。你接着说。你让我说什么？你让我说你就别不爱听。
你的能力，啊，你的学历，大家都承认了。你留过洋，你和过洋墨水，很多人不如你，但也有很多人嫉妒你，明白吗？今天我跟你说实话，是我是你兄弟，别人谁跟你说呀？别人恨不得在背后捅你一刀，你知道吗？你都不知道是谁捅的，动动脑子，知道吧？你以后你的想法，你就异想天开，你知道吗？中国有句俗话，不是说在其位要谋其政吗？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那我错了吗？还有句俗话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这医院里人际关系太微妙，太复杂了，我觉得你处理不了。你这太死板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够活，我怕你这么下去，你连你现在这个位置都保不了。你说具体点。我说的还不够具体吗？啊，我都成话痨了。你是木头啊，很多东西是要你靠你自己去意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让我怎么说？我都明白你说的。我这人就这样，我呢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，我认为这样做没错。你认为没错？你是真糊涂还是假聪明啊？兄弟，我叫你一声兄弟，我苦口婆心，我为了谁？我是为了你。你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你明白不了呢？你是在害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那总有个是非公道吧？有什么是非公道啊？没有绝对对与错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已经跟你说，我去干点事儿吧。你自己愿意喝多少喝多少，要走就给我把门带上。杨辉，我问你，自从你调进医院，你说我对你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怎么了？心里话吗？是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我对你啊，抱有很大的希望。我是想利用你的知识和你的技术，还有你的人品，还有你敢作敢为的精神，给医院带来新的气象和新的发展。可是你呢？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希望。院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哼，你挺镇静啊，我钦佩。可是你做出的事情让我不敢恭维。当然了，这是你的私事，我不便多说什么。可是你作为医院的领导，作为副院长，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你自己看。这个照片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这点道理你不懂吗？哦，院长，我先问你，照片这个人是不是你？是。钱太太不是别人冒充吗？不是。解释吧，院长。你觉得杨辉是那种不检点的人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即便我是那种不检点的人，那我找谁不行？我干嘛去找钱太太呀？
我脑子有病吗？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这世间是有人设计好的一个圈套。我希望像你说的，这是个圈套。可是，你能解释清楚吗？你说了，谁会相信呢？那好啊，那拿出比这个更有说服力、更新的证据来，有吗？年轻人，你太幼稚。既然按你说的想设计你，就肯定能拿出证据。我跟你说，即便你有嘴，你也说不清楚。你跳进黄河，你都洗不清。洗不清就洗不清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什么都没做过。我告诉你，你作为副院长，你要为医院的形象负责，你要考虑群众当中的负面影响。我的意见是，你先回家。我告诉你，写份检讨，好好反思一下，等风平浪静之后，你再上班。我什么都没干，我为什么要回避啊？行了行了，讲我说的。回来，把这个拿走。照片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这么弄？不能说。哎，你谁呀、啊？跟你无缘无仇。说你、啊、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都说了，我今天有事儿、啊。说你呀、啊，没你事儿。哎，说你呀、啊，哥们儿，待会儿听你。哎，杨先生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干嘛发火打人呀？你太过分了！你今天不说也得说。我就不说。不说，跟我走。走。你打人呀、啊、你？走啊！凭什么拉我呀你？你耍流氓！杨先生，你别这样。来人呀、啊！耍流氓吗？耍流氓吗？杨副院长，这可不像你这种身份人干的事儿。这甭管怎么说，你也不能动手啊！是，这事儿是我的不对，我没动手打他，我就推了他一下，他自己撞的。我是路见不平，见义勇为，你是在耍流氓，是这样吗？我没什么好说的，还算了。警察先生，今天真的没什么事儿，你就放我们走吧。嘿，这事儿你再问问他。哎，你呢？那我伤怎么弄？我陪你去医院看不行吗？是他推的我，我得能麻烦你，这岂不是便宜他了吗？那我陪你去。哟，杨处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事儿，小事一桩。小辉，玩笑开太大了。这事儿怎么处理啊？还处理什么呀？小纠纷，对方又不追究任何责任，可以走了。嗯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走吧。哎，慢走啊，杨处长。谢谢。结婚能不能住到你那儿去呀、啊？你那不是楼房吗？当然行吧，不过
我和高娟儿那以后怎么办啊？哟，小心眼了吧？没有。哦，不过也是也是。妈，这样啊，这件事儿呢，您做主，您拿主意就行。你再给他打个电话，看他手机开了没有。那次他分手的时候，他没说去哪儿啊。这小子平常他也不关机啊。会不会在医院里加班呢？给他办公室打。嗯。啊，办公室没人接。也没人啊。嗯。哎呦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妈，不会的，您放心，不会出事儿。你给邵峰和郭丽打个电话，问问是不是在他们那儿。我给小平打。嗯，行。喂，小平，杨辉在不在你这儿啊？哎，少峰，小辉跟你在一起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问问郭丽知道吗？哦，你也不知道啊？那好吧，那我问问其他人吧。玩失踪？哎呀，杨明，快到医院去。再去看看，可别真出什么事儿了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，千万别着急啊，妈。赶紧，赶紧。嗯、哎呦，天哪，怎么能不着急呀、啊？从来没过这种事儿啊！打了100个电话了，也找不到他。不行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还关机呢？啊！你不到医院去，回来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是小慧回来了。你看你妈急的、啊，回来了。妈，哎呦，到哪儿去了呀？啊！你真是个臭小子，打了100遍电话也没找着你。赶紧坐坐坐。大妈，杨辉去我那儿呢，我们谈了点事儿。不是，你不回来怎么不知道给你妈打个电话呀、啊？你不是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回来就好了。没吃饭吧？你看菜都凉了。我去热一热，我去，啊，那杨明，哎，你赶紧，我去帮忙啊。好，我帮你去。哎呀，我回来你也不让我说句话，我电话没电了。文林啊，哎，今天找你来呀，是有几个问题。想代表市局领导给你交流一下。您太客气了，有什么指示您就吩咐好了。一个呢，就是你们医院进那批药品的事儿，现在市局调查小组基本核实清楚了，是周富杰和石新民为了获得灰色收入，与药厂的不法分子相互勾结，置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而不顾，影响非常的坏。这个问题已经触及到法律，周富杰虽然已经病重意识不清了，但其他人必须提交法律机关解决处理。是是，知道知道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关于那起医疗事故，前一阶段你们医院呢按照法律的规定对亡者的家属进行了妥善处理，并也做了赔偿损失，对相关责任人不同程度的给予了处罚和处分。以后啊，我希望你们一定要认真的吸取教训，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。明白明白。第三是，最近局里连续接到了几份举报材料，反映你们医院个别人利用职务之便，在与药厂联合开发的微克细胞狂犬疫苗的项目中擅自购买暗谷，还有人揭发药厂有人把暗谷款投到股市上私人盈利，这个事情非常严重，有待进一步的核实。是是是，那个请局长放心，我回去就纠查。高科技的开发应该得到支持和奖励，在这方面呢，
国家也有相应的规定和政策，但是在运作当中，你们切记千万不能夹杂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，否则就会变了性，乱了套。是是是，那是那是。哎，我听说新提拔几个年轻干部中，杨辉同志表现不错，人很正派，既有学历又懂业务，还很能干。是是，这个杨辉啊，他是博士后，而且呢，他现在啊30岁，而且业务能力那是真是一把，尤其是开颅手术那是一把刀，全院都公认的。哎，对了，局长，这个威克狂犬疫苗的项目那就是他的专利啊。他入暗谷了没有？没有没有，杨辉绝对不会，因为他这个人呢非常正直，这是大伙公认的，而且呢在医院的人缘也非常好。但是有一点，就是说这件事情呢他知道，因为这个项目是他的。好，那就好，年轻有为啊，今后啊我们就是要大胆的提拔和使用这样的年轻干部。好，好了，老李，今天这几个事儿啊，我只是先给你吹吹风，便于掌握情况，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，组织上会妥善处理，我希望暂时保密，先不要传达贯彻。刘局长，您放心，您的指示呢我都记下了，我回去呢马上就落实。还有就是最近医院呢这不是出现了一些事情吗？我作为医院的主要领导，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回去之后马上写个检查，报交咱局党委，希望局党委给我一个处分。哎，进来。哎呀，哎呦，大姐，哎呀，快坐快坐。你在忙了啊？没有。哎呀，你看这大老远的又让你跑一趟，我真不好意思。坐。没事，在家也是待着。给杨辉洗完衣服啊，想来看看你好点没？还不就那个样。杨辉啊，真是有福气，遇上你这么一个好母亲。也有麻烦事儿，昨天晚上啊，下班也不回家，给他打手机，手机关着，真是急死人。嗨，你别着急，年轻人给他们点生活空间，没准他现在跟小平在一块儿呢。你呀，你就催着他们赶快结婚。不是的，还是药厂那些坏家伙再给他捣乱，给他添堵。哎，他那个项目不是挺好的吗？是不是石新民他们又给他使坏呀？这回是照片，你看上回吧，把小平姑娘闹得很不愉快，这回不知道什么人把照片啊给李院长寄去了，李院长因为不了解情况，好像又发生误会了。哎呦，你说，没事，我回去跟老李说，这帮人怎么这么坏呀，害群之马。那就麻烦你给李院长解释解释。没关系，我回去跟他说说。哎，别喝了，今儿喝不少了。没事儿。没什么事儿啊，你酒有的是，身体是自己的，你有心思也不能拿酒撒气。我能有什么心思呀，我是胜券在握。得了，我再不了解你，你今儿可有点反常，你是控制不住情绪的人吗？你还真以为我把杨辉当回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倒是担心李宝成。老狐狸说的话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让咱们注意点，说有人盯上咱们了，还想把暗谷款给退回去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能退，绝对不能退，这会儿想跑那哪成啊？那得想辙呀。这张凯不让你妥善处理好那笔暗谷款吗？咱不能便宜那帮孙子，咱俩的股票先都套牢了，
大盘店可低，咱办股款啊都是股市去，等股市赚了钱呢，本金还回去，利润是咱俩的。嗯，这招不错。还是你这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？赔什么赔啊？就吴敏，无所谓了。行，你真想得开。我要回上海去，我不在荣州待了，我不干了。你扎什么刺儿呢？好戏才刚开始，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我烦着呢，滚蛋！够了，我真不想干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们可是有口头协议的呀，你也知道我的脾气，完不成意味着什么？钱学文，我对你很不错了，你不能恩将仇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干嘛呀？这么着急回上海，想去见那个有钱的糟老头？嘿嘿，你混蛋，你糊涂什么呀？你还长脾气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最后跟你说一次，好好听话，否则没你的好果子吃。你松开我，你把我弄疼了，你放开我。扯着干嘛呀？待会儿找杨辉怎么办？没事，甭管他。脾气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反了他了。上我是吴敏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我想见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很忙，没时间。照照，你
所重要，留下一束星光，只为你炫耀。风萧萧，路迢迢，全世界都知道，陪你到天涯海角。心跳跳，爱悄悄，遇见你多重要，留下一束星光，只为你炫耀。风萧萧，路迢迢，全世界